断产生希望又马上失望的感觉真的很难过，你放过我吧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不是朋友。我，你和郭佳楠闹别扭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都半死不活的了，傻子才看不出来。想聊聊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希望你能振作一点吧。你再这么哭下去啊，别人该以为我们宿舍闹鬼了。张木西，郭佳楠，有事吗？张木西都被你折磨成什么样了，你都不心疼一下吗？有些事儿你不明白，我看是你不明白。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，你俩这样互相猜来猜去有意义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是现在我发现，你根本不懂如何去关心一个人，喜欢一个人。不过张木西就是有点傻，好像非你不可一样。既然你也喜欢他，就别再让他为你伤心难过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没事吧？你在这儿等我，给我五分钟。干嘛？郭佳楠，我每次认为我猜对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又让我失望。看来大家说的没错，你只是在享受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快感，来彰显你的魅力。张木西都被你折磨成什么样了，你都不心疼一下吗？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他，你俩这样互相猜来猜去有意义吗？阿姨，给我一份白米粥和煮鸡蛋，还有三明治。要热的，谢谢。是吧？我不。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你赶紧吃啊！不吃。赶紧拿着吃，你吃。哎，你别管我。你能不能听话？郭佳楠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就别做让人误会的事好吗？这种不断产生希望又马上失望的感觉真的很难过，你放过我吧。好啊。那我们现在不是朋友。我。